晚上好，听得到吗？听得到吗？喂喂喂，Hello，你好，听得到吗？听得到是吧？晚上好，晚上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晚上好。音乐声音大吗？音乐声音大，我们就把音乐声关了。晚上好，六一快乐，儿童节快乐，六月你好，谢谢 Joyce 八八一十六的变超可爱，谢谢。没有音乐，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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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Hello，Hello，晚上好，晚上好。没有音乐。躺在黑里，好像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回忆一再重播，让痛苦重现。你曾说为什么不能够像别人一样，但现在喂喂喂，现在有背景音乐吗？六一快乐，有没有背景音乐？谢谢看黑猫探狗的猫奶酪的大风车，谢他们身上写的六一快乐，谢大喜记的大风车，谢吹海的非常可爱，谢大小红帽的红帽的花花花，谢谢。好，六一快乐，六一快乐，声音大不大？声音大不大？需要调。现在晚上好，晚上好，六一快乐！谢谢茶茶的变超可爱，谢谢小帽，谢谢烟雨霏霏大风车，谢谢度假乖乖的大风车，谢谢白露白月光的舰长，好久不见，亲爱的观众朋友，有点大。谢谢康宁的大风车，谢谢以轩的大风车，谢谢无影的大风车，谢谢深思丹宁的大风车，谢谢一心向北北，谢谢 Kick Moon 的 IC。现在呢谢谢会议不自由的舰长，谢谢陆宝石双子座的舰长，谢谢一颗糖豆芽的舰长，现在都是节目效果，谢谢突然三胎，现在还要再小一点是吗？谢谢 Princess， 谢谢 Joyce 八八一十六，还大。哎，大家晚上好啊！这个本场直播首先要这个感谢雀巢咖啡特调最的大力支持。哎，对大家关注一下，谢谢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大风车喝好玩好，还是大。哦，我想谢谢金主爸爸。哎，那我开播，我们开始，我先给大家冲调一杯我们的这个雀巢咖啡特调果萃。这个展示的很清楚，一共有六种口味。话筒声音太大了吗？梅龙蜜瓜口味。是这个意思吗？桃桃口味，香柚莫奇托口味，草莓雪酪。不大了。热情百香果。背景音乐是不是不大？首先，背景音乐是不是椰子风？背景音乐是不大。背烤椰子。背景音乐，我们随机挑一个。我比较喜欢这个梅龙蜜瓜的。我们现场先烹调一下。好，麦克风大不大？麦克风有点杂音。这个，拿一个。这里刚好合适，有点杂音。嗯，不知道该怎么办。赠送一个专门冲咖啡的杯子。还好是吧？可以接受，可以接受。那我们就开始了。谢谢，发现一个彭彭猫猫缓缓的礼物，谢谢陆宝的舰长，谢谢牛咕噜汤汤的水晶球，谢谢滋的水晶球，谢谢普哈赫不是拖把，谢谢 Summer 舰长，谢谢。对，这是咖啡里面加了这个蜜瓜的，谢谢烟雨霏霏，谢谢普赫赫赫不是拖把，谢谢 Summer 太阳雨，闻起来谢谢 Ria 的清爽，谢谢薛糖大风车，谢谢王婉彤，谢谢文哥的喜花花，谢谢。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知道很多朋友在期待今天我们直播，但是我们最开始六一快乐，六一快乐连麦环节，连麦环节朋友，中途这个夏天嘛，我们就不用热水的大风车，谢谢大包啊的面条可爱，谢谢直接一起毛衣大风车。那么我们最开始要干什么呢？常温水就可以冲。啊，背景是不是广告啊？聪明的观众朋友已经发现了，的确。今天晚上的直播是由
这个雀巢咖啡特调果醉，就有条件的话可以先用热水冲开，然后再夏天冰加一些冰块，可能效果更好。大家晚上好啊，因为我今天晚上也好，感谢雀巢咖啡就直接用特调果醉大力支持啊。那我们最开始，我们今天晚上呢要这个，在这个愉快的六一儿童节啊，先找匀一下。快的六一儿童节，在这个炎炎夏日，跟大家分享一杯清爽的咖啡。什么表演魔术？可以的。观察力，稍微的，这个水再多一点。连麦啊，连麦在这。好，细心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发现。这个雀巢咖啡特调果萃，拜托很多的产品，谢谢 Rainy Rainy， 谢谢新春光光，生日快乐！细心的观众朋友们可能已经发现，齐江航仔，我耳朵呢？哦，耳朵在书包里。细心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发现，哎呀，你们这些人，今天晚上这个雀巢咖啡特调果萃，它的口味一共有多少种呢？你以为这里摆了六盒，它的口味就是六种吗？非常清爽，你是不是这样以为？你是不是以为雀巢咖啡特调果萃它就是有六个口味啊？因为我们摆了六个，你看我平时直播的时候，是不是？你是不是这样以为？很少这个，不错。你直接喝咖啡，因为确实以为的是对的，过于明显啊，就是害怕这个。它就是有六个口味。喝完咖啡之后，它就是有。哎，这个直播的时候劲头十足，然后就忘了下播的时间，这个口味分别是，所以一般我会比较克制。烘烤椰子口味，大家喜欢啊，喜欢的朋友们啊，这个618快到了，香柚可以去拼多多的雀巢官方旗舰店啊，超低价购买这个雀巢咖啡特调果萃，热情。然后我们今天直播间的还有朋友们呢，还有一个专属的优惠券，玲珑蜜瓜口味啊，六种口味啊，可以去这个拼多多的官方店跟这个客服报一个暗号就可以领取这蓝色包装盒的烘烤椰子，暗号名字叫做，大家可能依稀记得，玩出你的调调，有一款叫做深夜拿铁的牛奶咖啡饮品，就是在网上去找这个官方客服，然后给他发私信，这个雀巢可以领到优惠券，椰子口味可以说是深夜拿铁的放肆，玩出你的调调是不是啊？可以啊，可以说是深椰拿铁的绝佳平替。我们只需要打开它的包装盒，拿出它的包装袋，熟悉的雀巢咖啡的这个感觉啊。但是记住吧，方便，更加的便携。这个雀巢咖啡的特调系列，获取一杯清爽的，这个加了这个果香的口味嘛，所以其实是专门为我们这些年轻人设计的，已经集合在这小小的塑料后呀，包装是这95后呀，就给大家演示一遍，就特别适合就是尝试这种特调果萃的咖啡，放肆玩出你的调调，表达我们对生活这个不一样的态度，一股喝咖啡啊，诱人的椰子清香，这种寻常路，伴随着咖啡的烘焙，挑战自我，敢于创新，扑鼻而来，敢于尝试，让我们打破常规，放入不受专业的规则的束缚。对，我们00后，专业的咖啡杯中。然后，倒入适量的热水。谢谢薛唐，谢谢任乔，谢谢 Random Princess， 六一快乐，六一快乐，谢谢卢卡宝宝，谢谢小聪明也不爱，谢谢吧唧一口奶听。均匀的搅拌，终究是错付了。谢谢有条件的朋友，可以在一定量的热水之后谢谢加入一些冰块，这样赖的猫获得一杯。突然三呆的咱们说，谢谢由Sherry
骷髅啊，大梦中冰系魔法附魔的南美山的神速，谢谢你，还是要一键三连的味道。我们受环境所限，没有冰块，我们加一点冷矿泉水。谢谢人员要嗨一嗨，谢谢黄仔，谢谢不然烫嘴巴。前辈 back， 谢谢夏之日，谢谢思雨，谢谢 bling 太阳雨，谢谢新疆航仔，向人敲谢是一起白吃鱼的大风车，也掉进咖啡里，谢谢小鱼想睡觉。丢三拉四的我总是惹人怪，还好混乱的世界。哇，小狗狗今天可能看不了，因为那个刚来嘛，就是还要在笼子里面待几天。咖啡的香气，它还比较小，配合着椰子的清爽。我不曾想到两种味道一下子竟然能如此天衣无缝的撒花结合在一起。这样才更有趣。谢谢，开启最爱汤蜘蛛小舰长，谢谢开心涛，喜欢的演出可爱，喜欢的朋友一起不爱吃鱼六幺八，快上谢谢零零之月雀巢官方旗舰店超低价，谢谢购买雀巢咖啡资料补粹。今天还有一个给直播间的粉丝专属优惠券，去拼多多官方店跟客服报暗号即可领取，暗号就是放肆玩出你的调调。其实啊，雀巢咖啡那个小狗是咖啡爱好者的老朋友了，而雀巢咖啡的特调系列恐怖分子，雀巢咖啡专门为年轻人设计，感觉一点都不怕。反倒是第一系列产品呢，倡导95后、00后放肆，有点没见过世面，勇敢表达你的态度，喝咖啡啊，也要来点不一样的，这一点也是我非常认同的。年轻人就是应该是暂时先不让他们不要被规则所束缚，勇于创新，敢于尝试。好，谢谢礼物。射牛，射牛小狗，梅龙蜜瓜。哦，刚才还有一个口味，好像谢谢新疆北北，谢谢掏心丸，谢谢今天发糖，谢谢卢卢比，谢谢潇潇星河浪淘沙，好，梅龙蜜瓜。谢谢红扶桑 Latitude， 谢谢九天真诚，谢谢白浪 YYDS， 谢谢梁静喜爱发强，今天发糖，我谢谢丁天月离，谢谢银子银，谢谢呼风奶昔，名字还没不撒网，没想好，谢谢丁天喜小和米野户外，谢谢明星，谢谢很纠结，谢谢木雪桃子，谢谢不吝太阳雨，谢谢月九九，谢谢 Echo， 谢谢吹茶茶，谢谢优水花，谢谢 Aki 心痛，谢谢吹茶，谢谢优水花，谢谢 Echo， 就是两个猫猫对待新朋友的反应不太一样吧？有这个好，谢谢伊娜娜要不要摸？谢谢张天阳猫喵。共同点是都比较怂。谢谢观众朋友们，谢谢八七一口奶听，谢谢但应当谢谢来，谢谢露露是属于又怂又谢谢阿冰宝的爱，谢谢老天你的徒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又怂又嫌弃吧，就我们不太高兴啊，把产品挡住了，拿到放。然后汤汤属于又怂又好奇，就他想去这个跟人家玩，然后又不敢啊。今天晚上的直播，老点一枚的守护之夜，谢谢杰拉拉，马上进入。各位，谢谢木子，谢谢我即将发起连麦，邀请连线。我们先这个，我们一会儿要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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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跟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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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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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们看得到这个连麦的画面吗？你们看得到这个连麦的画面吗？看不到。夏之日，谢谢。不是要连接成功之后才能。谢谢汤汤浓浓可爱，谢谢讨爱清理，谢谢暖暖小姐姐向前冲。才能看到吗？看不到是吧？我也第一次用这个连麦的这个功能。看不到是吧？因为
为现在还在这个正在一会儿跟那个明星连麦玩一会儿糖豆人，倒计时两分钟，那可能是连好了之后你们可以看到。我这边看到连个麦，稍等一下。谢谢唐本还胆胆，谢谢露露一鸟虫妖，谢谢白昼喜欢听音乐，谢谢 Dr. 木星，谢谢 Bola， 谢谢潇潇星河浪淘沙，谢谢南粉守护者小鹏，谢谢 TZVille，谢谢淘淘猪是最可爱的小猫咪，谢谢鸡鸡今天睡醒了吗，谢谢思维什么是十，谢谢今天发糖，谢谢朋友们小黄鱼，谢谢凡风君，谢谢老点一枚下屏把我的爱，谢谢空心空心，好，我们再尝试一下连麦，尝试一下连麦，看一下啊，邀请连线。哎呀，好，哎呀，荣幸，哎呦，谢谢谢谢方子。Hello， 这个声音怎么这么大？等会儿，稍等。我没有用过这个功能。哎，你那边有回音？你那边有回音吗？回音？对，好吧。你们看得到那说话画面吗？看得到是吧？这个回音是我自己的吗？有回音？我有回音。我有回音，没有玩过这个功能，不好意思，各位。喂，我为什么？啥意思？所以这个回音是哪里来的？你那儿没有回音？我不知道，我听不出来。我们直播间里现在有还有吗？直播间里现在还有吗？现在应该没有了吧？我的有回音，他的也有回音吗？现在好像好一点，就是我听你的声音像是在山洞里。我直播间里的文涛的声音有回音，我直播间里的直播间里，对，我这边你的你有回音，这个现在没有了是吧？现在好像 OK 了，好了，哎，可以，那现在就可以了，好了，好，哎，好。好，那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这不是我的老朋友文涛吗？你什么风格吗？来了呀？哎，不是你连麦的吗？那么文涛，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发起今天晚上的连麦吧？那确实，你刚刚有没有尝试这个雀巢咖啡的特调果萃啊？我刚冲了一杯，感觉味道。哦，这么巧吗？你也在尝试雀巢咖啡的特调果萃吗？对，你不会也是尝试的这个梅龙蜜瓜口味吧？当然不是，我尝试的那可是烘哦糟。你该不会是混合了六种口味在里面？我怎么可能混合了六种口味呢？你在开玩笑。我喝的是这个被称作这个深椰拿铁的瓶。哦，焙烤椰子口味。哇，椰子风味。这个听起来也不错，我要尝试尝试。这个大家也下去之后六种口味可以尝尝看，如果有什么喜欢的口味也可以之后留言给我。好，我要采访一下你啊，你觉得你刚才尝试的这个梅龙蜜瓜口味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口味特别的清爽，就是我为什么喜欢这个口味，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就是如果只是单纯的喝咖啡这个可能没有这种这种
很清爽、很清新的感觉。所以这个蜜瓜口味呢，它既还原了蜜瓜的口感，又跟这个咖啡的这个有一点点苦涩的这个香醇结合的非常好，所以哎，我比较喜欢这个口味。哦，原来你喜欢这样的口味。对，点评的很不错。那么我想再接着考考你，你知道这款产品的主题吗？产品的主题啊，是我们那个口号吗？那个放肆玩出你的调调，好像是不是？是，回答的真好。哎，那光你问我了，那我也得问问你吧。这个，既然你知道我们的这个，哎，今天的主题是放肆玩出你的调调，我就想问问你，在你的日常生活里，你是怎么玩出你的调调的？有没有什么这个自身的经历啊，给我们直播间的观众们分享一下？你问的应该是我在我的日常如何这个玩出我的调调，挑战自我，对，打破常规，敢于创新。哎，其实你一定有，对，我也知道，但我还是想听你说一说。好，来吧。在这个不久的过去啊，作为我不久的过去呢，我这个学习了一下表演啊，行啊，这个然后。现在呢也在学一些，就是感觉现在我生活当中的很多东西是，就是硬要说的话啊，我是一个理科生，但是我现在好像学习的很多东西都是人文艺术方向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回首过去的话，在古老的未来，不是在古老的在遥远的过去啊，所有的文科和理科是不分家的。科学和哲学本来都是学问，对，科学的尽头。比方说，我没有是一个对严肃的直播，严肃的直播，好、确实也期待这个蒲老师之后这个在表演上给我们的带来新的作品啊，好，谢谢啊。那我感觉这个问题你也有必要回答一下。我也有必要回答是吧？我说，哎，我的话可能，这个你要说敢于创新啊，敢于打破规则束缚吧，其实可能还是稍微逊色一点。但我觉得就是自己现在在做的事情，肯定是还是不太走寻常路的嘛，毕竟我们。大家之前也都是社畜，然后现在在做的事情，比如在做主播，在录综艺啊，这些都可能是之前没有想过的，就是属于是在一个特别的时间点，选择不去走这个普通人就是大众所这个比较，就是大家都觉得哎呀，你作为一个这个北大的毕业生，你就该去搞金融，你就该去怎么怎么赚钱。但是作为我们年轻人嘛，就是要放肆玩出我们的调调，要表达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对，就是勇于创新，不要向这个循规蹈矩的人生低头。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几年下来嘛，发现自己在这方面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也算是突破自我了。对，我相信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是有体会啊。我跟文涛刚相识的时候，大家很难想象不好聊天的我竟然是会主动搭讪的那一方，但是经过短短几年的变化之后，文涛现在已经成了我们里面最会阴阳怪气的一个人啊。不敢当，那还是这个好哥哥们前辈们教的好。好，
肯定是这个变化还是很大的，好啊，这个环节终于结束了啊，我们马上进入游戏环节。行，我们不然换一个连麦的方式吧。这个声音确实不太行，我们还是去 YY 吧。这个我们第一次用这个，感觉就是只是同频，但是这个音质确实还是什么，还要再多聊两句吗？啊，没有，你现在还有没有特别想说的？没有，我们我不是我的意思，我们换那个 YY 好不好？这个音质太差了。行，也可以。拜拜。好，拜拜，就拜拜。然后这个我们换到 YY 里面去玩一会儿糖豆人儿。谁开了两个麦啊？不是我吧？尬得我流口水。YY。YY， 好，我们接下来就准备，我们连麦没有结束啊，我们换用这个 YY 开始连麦，然后玩一下游戏啊，谢谢运 star 的花花，谢谢协和鱼吃饭，谢谢败家变骗子，谢谢喂，谢谢悠悠雪花的变超可爱，谢谢悠悠雪花，谢谢悠悠雪花，谢谢西月，谢猫神大人，谢妖野精灵，谢南天不会，我的 YY 在哪里 ？YY。开黄，谢关毅的红玉小电视，谢谢关毅，谢谢。谢关毅的红玉小电视，谢谢。有实话，谢谢南天不会，谢谢小姐。这个 ，YY 在哪？好久没来过这个了。不是，咱俩就是把吃的打开。我又开了一个门呢。哪个歪歪？真气独特。喂，这个声音就好多了，好多了。哦，喂，我们现在是不是要直接进入这个万众期待的？糖豆人游戏连麦对上号，我们现在是不是要直接进入这个万众期待的？我们现在是不是要直接进入这个万众期待的？开个加速器，开个加速器啊！刚跳到黄子。对啊，皇子红凡为什么会在这个玩？加速器刚跳到皇子哪里？对啊，皇子红凡为什么会在这个玩？加速器谢谢那个嗷呜小兔姐。加速器在哪？谢谢妖夜精灵，谢谢 Random Princess， 谢谢 Dear 函数，谢谢凌云之月，谢谢 Astro， 谢谢乔安雪莉，谢谢无影，谢谢皮卡程之秋，谢谢1129乘19484的提督，谢谢提督，谢谢 Nail 粉，谢谢齐江航仔，谢谢吃一口小甜饼的镇长，谢谢绿丸，谢谢一颗糖豆呀的千人球，谢谢乔安雪莉，谢谢西月，谢谢郭文涛，快消失的太平洋宽肩，谢谢吉祥航仔，谢谢塔罗猪是最可爱小猫咪，谢谢猫小 Q， 谢谢念二，谢谢突然三胎，谢谢。好，我们开始打游戏吧。哎呀，这个糖豆人最近这个很慢啊。哎，你现在出差这边网还可以？我们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先哎，你现在出差这边网还可以？凑合吧。还行吧。糖豆人在家里还行，还不行啊？就最近糖豆人一直慢。好吧。六一快乐，六一快乐。
然后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谢谢青青光光生日快乐，谢谢 Someone Like You， 谢谢丁丁羊羔柜子，谢谢木毒钉子，谢谢台湾雪莉。哎，我们也抽个奖啊，抽个奖。先邀请一下。正在登录呢。Four guys， 蜜瓜椰子各一盒。哦，是蜜瓜口味和椰子口味。可调果脆。冰块，这个是黑咖的。哦，蜜瓜椰子，用冰水冲。个，冰水冲一盒。个，一盒。他们口令就是，哦，放肆。他们口令就是玩猪米。哇，放这个载入好慢啊。玩出你的调调，还没进来吗？好，晚上好。我游戏还没进来呢，没事，不着急。哒哒哒哒哒。是的，我现在是坐在地上在跟大家直播。哦，这糖豆人是真的难顶。哎，哎，还没进游戏，等一下我们。那个抽奖审核好慢呀、啊！再拉一下。我卡在这个 anti cheat 这个界面了。哦，那你。大退一下吧，大退一下，多大退？退我之前也有这个情况，就把糖豆人退了，糖豆人关了，关了重开。你开加速器了吗？开了。最近这个游戏再试一下，老是慢。You should bet on me。 哎呀，开抽奖了，没打错字吧？雀巢咖啡特调果脆，好吗？蜜瓜椰子口味各一盒，两盒一共，真的好慢。放肆玩出你的调调。他是最近这么慢吗？我记得之前是没有这么慢的呀。我前段时间一玩就经常还闪退。这个组队没有办法水友赛，只能匹配，而且好像我们俩一队就是要匹配一些队友。什么鬼啊？Epic 是连着的呀。
刚才 Epic 还出来了呢。放肆玩出你的调调，来，我们放肆玩出你的调调。我先直接登一下 Epic 吧，等一下。他在调游戏，等一下。放了加了冰块可能会更好一点。你家里有冰块吗？温的没有哎。那我平时很少喝冰的东西。这么养生？发出了一声冷笑。你家应该有吧？我常备冰块。谢谢，再试一下。And the princess， 谢谢限定第一名，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哎，谢谢马。说。儿童节快乐，儿童节快乐。这个大家可以参与一下抽奖啊，卡了，点关注就可以抽奖了。糖豆人啊，是糖豆人啊，是因为今天儿童节，所以所有人都在玩糖豆人吗？啊，也有可能。真的假的？糖豆人啊，糖豆人啊，我的妈呀！直播画面也卡 ，Oh no！ 那我把加速器关了试一下。哎，好事多磨，好事多磨。哦，唐德人转免费了是吧？哦，今天吗？今天免费？那完了，那这个你那要网速不好，估计就进不进去。我记得糖豆人是转免费游戏了的吗？是不是？今天吗？今天？哇，补卡了！哎呀，我这 Epic 好像在早就免费了。啊，早就免费了，早就免费了。补卡，21号免费，上个月免费的。
哎，你或者玩个什么分手厨房之类的，你分手厨房电脑行吗？分手厨房也要线下，我看一下啊。哦，你有什么已有的电脑带得动的？已有的电脑带得动的，已有的电脑带得动的，分手厨房也要线下。这厨房大不大？看一看。没事，不着急。已有的拖得动的只有饥荒了。饥荒这个两个人估计够呛。但我这个 Apex 是在干嘛啊？是在更新吗？哎，你们后面饥荒有收尾吗？没有啊，就咱们上次玩完就不是那个谁帮主播玩了。这是什么玩意儿？我把 Apex 先退了，我把 Apex 退了，然后再把这个退了，再重新登一下 Apex。兔子，他兔子也没有。兔子下得快，来兔子，啊、兔子也行。兔子这个游戏叫什么来着？兔子叫什么糖豆子？关了，卸载。我就不喜欢玩糖豆子。兔子叫什么来着？给他提示一下，我也忘了兔子叫什么。兔子，反正不叫兔子。哦，兔子我好像也要下。兔子下得快、啊哦、Super Bunny Man。哦 ，Super Bunny Man， 来 ，Super。啊、哦，我不用下，我不用下。Super Bunny Man。下得多快呀！苏尔邦尼曼，好，好，好。分手厨房要多久？分手厨房在哪儿啊 ？Overcook 厨房我好像也得下吧。Overcook 要八个 G 啊？哪个？哦 ，Overcook 我也可以。都行，看你，那个我都可以。有一个特别小的游戏叫做俄罗斯方块。俄罗斯方块可以联机玩吗？就是对，可以。叫 Tricky Towers， 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先应该先兔子人来组合配置。来，观众朋友们等久了，等不及了。哦，如果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直播间的朋友有在拼多多雀巢旗舰店咨询的话呢，可能会遭遇旗舰店咨询量暴增的可能性，可能会有部分顾客获取优惠链接等待时间越久，但是请稍安勿躁。请耐心等待。鼠标在哪儿？我的鼠标呢？好，我的这个，哎，我的直播画面呢？这个游戏反正也老出 bug 了。添加素材，游戏进程。先玩着。游戏音乐巨大是吧？太晚了。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看得见游戏画面吗？耐心等待一下这个。不行，我这个一把声音全关了，文涛说什么话我都听不到了。
黑屏。等一下，我调一下这个游戏进程。随便，先随便进去一个，我把游戏声音调一下。我看随便进一个，好，随便进一个，进一个男的。哦，这个太酷了，他怎么只能玩一只有五，他只有55个币。玩个男的。不提，我要先这个。我要先，等一下，他这个在哪儿调？我先把那个声音调一下啊。Music mode。哦，他在出差，所以这个配置舒服。这个、设备有点问题。好了，来再拉我。好，来，来，可以，哪个21到30，你选一个。26，可以。咕噜咕噜咕噜，怎么玩？空格跳。我知道，我是粉的，你是黄的。我是黄的，是吧？哪个是什么？哪个是什么来着？抓哦，抓是那个。抓是 shift。shift 是抓。哪个是蹬腿啊？好了，蹬腿是跳的空格。我知道了，不知道了，不对啊，去你的！不是，上，可以这么下来，对不对？忘了，太大了 ，connection 总是断，那个太大了，connection 总是断。我换小一点是吧？那个勾引一下，勾引一下，勾引一下，我来了！完了！好，我先下去探探路，我先下去探探路。你先练一练，探个毛的路，走了。这一招叫什么？哎呀，这个完了，这个现在水平实在是放左上角吗？这个放左上角。当然，这个巅峰，哎呀，又被戳死了。来，你练一练。这关巨难，是吗？我们是不是应该先选一个简单的先练一下？是不是？这他们说这关有点难。这关有点难。看灵活闪避。灵活。停住！我吐了。可以往前倒一关。再试一下是吧？好，对，你现在的精神正如雀巢咖啡特调果汁，正是玩放肆玩出我们的调调。好，来，这个有的时候也需要，这个找准自己的位置。那大丈夫21，能屈能伸，能屈能伸，韩信也受过胯下之辱。这一关就明显简单多了，
哎，啊，什么声音？没事吧？探探路，探探路。哎，你掉了啊？那我探一下。探探路，探探路。哎，冲你一下。嗯，这咋过来？啊，不对，走错了，好像不是那个。不会是要往后面走吧？来，重来，来。哎，可以，兄弟。我就先走。我你可以上来。哎呀，完了，哪个是从头来来的？喂，不行 ，R。OK。走，谢谢大大菜菜，专业经理。走，你走前面。哎呦，不对，现在已经没有那个当年的鲤鱼打挺的。哦，哎，感觉回来了。太久了，这都可以，兄弟拉一下，来了。我得往后倒一倒啊，等会儿。哎，你没有抓住我！哎呀，我抓的是地板。哎呀。熟练，现在已经。是我这个 bug 了吗？你走。为啥？来，我把你踹过去。那我们拿个胡萝卜，那要去拿胡萝卜是吗？这样拿吧。哎，还要拿胡，哦，到这就到了，哎，这关简单。那我们拿个胡萝卜。哎，这个怎么样？哎，以现在的实力，懂不懂？胡萝卜都是，拿到胡萝卜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在这种时候，就需要像雀巢咖啡特调果萃一样，这关要破常规，不走寻常路。拿到胡萝卜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需要一些配合。在这种时候，就需要像雀巢咖啡特调果萃一样，打破常规。不走对寻常路，不走寻常路，就在你们以为我们非要拿到胡萝卜才肯过关，需要一些配合，直接过去，需要配合。踹过去吗？过你们就先吃胡萝卜呀，散了吧。兔子都吃青菜，这个好像要一起上去，先过吧。哦，抓着，哎，不走寻常路，就在你们以为，等着，先，非要拿到胡萝卜才肯过关的时候，我们选择直接过去。什么正经兔子，谁吃胡萝卜呀？兔子都吃青菜。我抓着，好像要一起上去。你抓住我，好玩。等我，哎，不行，等着，先别上，抓住，好，来。你抓的是什么？哦，我点错了，不好意思。哎，可以，还来得及，回来。
抓我的脚。等一下，不行，抓抓抓！你抓的是啥？你抓的？哎，快来抓！继续抓着。哎，等一下，回去，回去。等一下，要慢一点。回去，你先过去。哎，哎，你先过去。漂亮。哎，我点错了，不好意思哦。哎，可以，还来得及，走回来，走。你抓我脚。我稳住。哎，有机会。哎，没死。快走，快走。可以，可以。这就需要跳弹跳了哦，不用下面你抓好啊，我等了你这个姿势不对，这个姿势不对，这个姿势要稳住。哦，不用，下面，你抓好啊，我，等了，你，不行，这个姿势好像不太对吧？好，对。瞧，你能跳过来。等一下，哎呀，我刚才卡了一下。来，哎，好，谢谢。这个如果走上面会不会好一点？咦，哦，上面是萝卜，好像。哦，那可能更艰难。这个时候就是打破常规，不走寻常路，正如今天的雀巢咖啡特调果萃一样。来，拽我一把。还是不要萝卜了。又有回音啊？怎么又有？为什么又有回音？别跳过去！我腿打直，我可以卡住。走走走！违反物理学定律。主播，走走！可以，哎，可以直接过来，哎，漂亮！这个我要。不对，你把车拉停了干什么？不是我，因为我怕你过去直接掉到那个刺儿呢。不会，我，哎呦，我现在直接不用这个东西。哎呀，我发现了。行。确实不用，走，真的不用。得用。我应该先开车，懂吗？或者我先过去，然后你再下，懂吗？你先过去，先过去。哎，我错过了，你先过。哎，下去！哎，这个地方稳一手，稳一手。你先去抓住他的车的边缘，对吧？哎，过来，过来，过来！漂亮！漂亮！过来，走！这个好像，哎。等一下，我们想好这个
然后我在这儿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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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靠我们的身法过去呢？能不能？这个刺儿太远，没有，不是没有，不是没有机会可能性。哇哟！哎呦，太这个太远了，太远了。破宣传路也不行，哎，不是大腿是刘晓晴，这是属于好久没玩了。我又在山洞，麦克风有回音，为什么会有回音呢？来，你抓着我，抓着，感觉不能这么抓，不行，不能这么抓，对，得，对吧？我站起来，我站起来，你抓，你站，你站，哎哎，可以可以、啊，走，稳，没抓住，等会儿，来，给你翻过来，好了好了，有了，哎，回来回来回来，哎，对，走，别乱动，稳住，哎啊，没了，飞太高了，飞太高了。哦，走，对，就应该这样，对，演练一下。哎，哎，可以啊，啊，头被扎了，头被扎了，这个，嗯，我们现在再给大家抽个奖吧，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多多参与。抽一位送出雀巢咖啡、哎、特调果脆蜜瓜椰子各一盒，一弹幕口令是雀巢咖啡特调果脆，放肆玩出你的调调，这么长吗？好，走，哎，来，哎、啊，刚才其实几乎成功了吧？几乎成功，走，哎，完美，完美 ，Let's go， 氮气加速，稳住啊，漂亮呀，哇，完美，哦，下一关，哦，下一关，因为我们中途现在连麦游戏发生了一点故障。现在状况就已经稍微多玩一会儿，玩到大概9:10的样子。哎，现在就已经没有任何这个障碍了。哦，我来救你，别慌，不怕，我可以哦，自立。啊啊啊！完了，哎，回来，快抓住！哎，可以，这个是，哎哎哎哎哎，不对，我们没人抓球。这下面是啥路来着？啊，还行，可以，回来。哦，等一下，等一下，要上车。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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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还有的救，你还有救。来来来，啊，好极限！哦哦哦，哇，我的天，头撞上了，那就没了。走。哎，这怎么死的？离谱！他那个上面有伤害判定，碰到就死，应该是。所以这里要唯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个地方不用一起，对，先开个路。好，这里来抓抓好，走好。等会儿啊，哦，我先不能抓，先。过来，这样，哦，过去，哎哎哎，我哎啊，我抓住了吗？抓住了，抓住了 ，Let's go， 哦，完了，
没劲儿了。哎呀，中间泄力了，泄力了。哎，漂亮！先要把这个球顶走，这个球是陷阱。我怎么卡 bug 了？等一下，这个你站起来，我抓你。不行，那你抓我，抓后背。这个可以。等一下。我这过去了。这个不对，这个这，哎，哇，完了，完了，没调整好。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哇，流畅。我现在调整一下。应该是可以直接给他。你先别抓。抓。没抓到。哇，牛。又来了。漂亮，走。等一下，你松手，我松手，你松手，然后再抓。你松手吧。这算是抓到了没有？我抓的是你还是车？你抓我的头，我来抓车。不对，完了。你抓的是我的头。不大。那球还是得去碰一下。抓住了，很稳。抓住了，现在就需要一个力。有了，走走。可以，抓稳了，兄弟，没毛病啊。稳的不，完了，没毛病，这完了。再来，还有缓冲。完了，没法了，完了。我脑袋怎么扁了？这次可以抓我。完了，这个力量够不够呀？上车。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就是从这个车上直接跳过去？我们每次在这里，他这个车都要卡一下，还有点小 bug 感觉。确实。
走。哎呦哦哦哦哦哦，这什么？这车发疯了。哎，哦，流畅，这过于流畅。哎，我又卡 bug 了。哎哎，走，可以，漂亮，可以。加速！哎，你这个速加的怎么往后踹了一脚？有 bug， 有 bug。延迟。哎，哎，哎，延迟超过35毫秒就要重赛的。哎呦！哎哎，有了，保持平衡啊！这个加速现在是。稳稳稳稳稳稳，哎！哎，我先看看路，这不到了吗？哎呦！完了，就在前面，应该过了这个就在前面。哎哎，哎，可以走，可以保持平衡，没问题，就是他可以漂亮，不了不了，这就靠本事跳过去了。哎哎，哇，这也行，漂亮啊！哎呀，这个后面可以啊，走。我过了，你过了是吧？哎，可以，最后一个，这里不可能不过吧？哎，再来个高难度，可以，太强了，最后一关。揍你！哎，前面怎么还有这种东西？嗯？哎呦，拍下去了！我来感受一下它这个。可以，哦、就是它那个刚落下就要跳。要等一下时机是吧？哎哎哎，最后一关走。哦，怎么老你先走，我不捣乱了。这个游戏有的时候一关就是要卡两个小时啊。好，这个它这个有点窄，你知道吗？就得找那个，哦，有了。漂亮，有了。好，我来，你到后面看着去，好好看，好好学，走。哎哎，不是，不会跳了突然。对呀、啊、有 bug， 确实有 bug， 有 bug，感觉像是哦，那没有 bug 了，那就没 bug， 没 bug。哎，确实，刚才是 bug， 刚才是真的有 bug， 刚才同时有 bug。好，你先走，你先走。啊，你先。我先吗？你先呗。那我可就。哎我就行。来，探探路，探探路。喂。这关可不简单，这关不简单。嚯！哎，怎么绵软无力啊？这个
对呀、啊，怎么回事？粘着。现在这个弹跳说话文绉绉的哈、啊，文绉绉的，绵软。哎呦，就是有点绵软不利啊，有点绵软不利。严泽，这块怎么就过不了了呢？这个弹簧哦，我知道了，前面那几关的弹簧，它是两圈的，这是一圈的弹簧，所以需要一个。来，你来，我先走。啊，你先，你先，我不走。哦，哎，可以，所以我得不能趴着过去，我得，对，我得这样的一个，走，哎，可以，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嗯 ，no， 看难度，看看前面难不难这一关，我的腿太长。好吧，算了。哎呀，他都走，他都下去了，我再往前，还得等着我。好兄弟就要一起死。哎，这里还不好过。借力打力。嗯嗯，哎，你活着呢？我活着。我以为你死了。哎，干什么呀？好的，就现在。我。哦，哎哎哎，走，走，给我好时机。哎，等他一下，要不然卡视角。要过去啊！等一下，这有点远，不能。哎，哦，哎哎，那是萝卜、哦、啊！哎呦哎呦，吓死了！不怕，我还在。萝卜？怎么？你要拿萝卜？哎哎，可以。这关没拿过萝卜。走走走，哎哎哎哎，哦哦，矿车矿车车车，萝卜，快快快快快，不行，快快快，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糟了糟了糟了，哎哎哎哎哎，完了呀，哎，可以，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你跳过了，漂亮漂亮，来慢点，一个一个勾引一下，勾引一下，小心小心，这么长。哎，漂亮，这不是过了吗？那就
哇哦，那哎呦，哎，咋了？我吐了呀！我把他拔起来。哎呦，再来一下。没事，这个前面都没关系，全都过了一遍了。已经没有难度了，对吧？对呀、啊，不可能同时踏几通，不可能。什么玩意儿？同条河流。牛。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干什么？哎呀，嘿嘿，萝卜还拿吗？不拿了，有点难。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萝卜乃身外之物，萝卜只会让我它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就这样吧，只要我们都在里面，氮气加速。哦，可以，漂亮。嘿。剩下的就简单了。前面都已经很简单了，前面是必过。行百里者半九十。走，哎，哦，哇，漂亮，惊险，什么玩意儿？走，好，很稳，抓好了，好，走，太稳了，这把，走你，哎呀，吓死人了，吓死人了，吓死人了，哎呦，漂亮。过去，脚下一滑，哎。时机没把握对，哎，可以。就现在。哎，Nice。这个，哎，你先来。
来了。嗯，还能弹两下。怎么回事？这里过不了了吗？好笑，有 bug。哎，来，你先，我上当了，我先跳绳。哎，我先，就是现在，绵软无力。哎，不行不行，还是得考虑一下时间，怎么不能撞大运？这个对，对呀、啊。哇，牛！嗯，哦，哎呦，这把过，这把过，哎呦，来吧，障碍清除。嗯嗯，太恐怖！这个姿势好像只能往后走。Let's go！ 我不乃身外之物。不需要不需要，这里不用车也可以。对，哎呦，没踩对位置，那个地方是空的。哎，来打特阵，可以。哎呦，腿太长也是一种烦恼。Let go。来，哎呦，上来上来，哎，上，二，哎，等会儿啊，你，我把车给你弄回去，你慢点，对，在这个位置上，就在这里，漂亮，漂亮，哎，这个不能踢了，哎，走，哎，可以啊，这把必过。帝国，哎呀，漂亮，可以，可以，哎呀，好玩吗？连麦就先到这里吧。好，下次再玩。说什么？说什么？说，哎呦。
拜拜拜拜，精彩的连麦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单机玩一会儿就到这里结束了，拜拜拜拜。还是很简单的呀，有没有发现？好了，我们应该最后还有一个抽奖吧，我们只是在控制时长，播到十点钟，然后那些卡播。